就是想哄你开心，让你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那我再说一次，你要记住。好。18181。太狠了吧！等一下。185185。到底听不听到？我真的听，我真的听不清的。我说完了。再来一遍。好，记住了。18590031。你也有听见？90031。错。哈哈，你也没记住。再说一次。18590031。完了，我把你都忘了。糟糕。一直在背数字，你还在记，我会加你的啦。傻瓜，记住了就好了。我想找你的时候会找你，可以吗？好。好像一直有说就是会找到你，但是没有说到底怎么找你嘛。然后我想告诉你，就是在这趟旅途之后，我一定会去广州找你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说话吗？不说话。黄楚瑜，我一定会去广州找你的，你等着我。收到了，我也会去广州找你的。Over。哇塞，这一对真的是可以啊，这个。